在这个实验中，你将会学习怎样移取和混和溶液，并观察相关的变化。老师会给你三瓶不同的溶液，它们分别标签为 A、B 和 C。记低每种溶液的颜色。现在就等我们将少量溶液 A 从滴瓶移取至试管内。首先捏紧滴管的橡胶球，然后将滴管放入去溶液 A 内，然后放松橡胶球，溶液会被吸入去滴管中。取出滴管前，先轻碰一下滴瓶的内壁，将滴管放入一支空试管口，然后轻捏滴管，以把10滴溶液滴进试管内。将滴管放返入去滴瓶 A 内，用另一支滴管将10滴溶液 B 注入上一步使用的同一支试管中。轻轻摇晃试管以混和溶液，留意溶液在混和之后的颜色，试管底部有没有固体生成，以及有没有气泡释出，记录观察结果。重复以上步骤，以混和溶液 A 和 C 以及溶液 B 和 C 记录观察结果。完成实验之后，依照老师的指示，将试管内的溶液倒入去适当的容器，例如是烧杯内。用试管刷和自来水清洗试管。然后将试管放回去试管架上。